鞠婧祎又被网友拍到耍大牌了。在最新的机场视频中，由于排队的路人很多，把鞠婧祎给堵在了后面，而鞠婧祎也是发出了请求，希望路人让下路，让他先走。金视剧粉丝称，当时场面非常的混乱，鞠婧祎只不过是想赶紧离开，不希望有更多的代拍过来造成机场的拥堵而已，所以才要求能不能先走。你先等一下，让人家先走，不然能堵在这里，他不走。赶快走吧，赶快。从网友们拍摄的视频中也不难看出，这次又是要坐电梯，只不过现场还是有机场的工作人员在帮忙维持秩序的。当然对于鞠婧祎这次所谓的耍大牌事件，网上的看法也是不尽相同。有人称人多走楼梯啊，楼梯肯定没人拍，没人抢到，苍蝇不叮无缝蛋，即使是有隐情，只要之前没有类似的事儿，大家肯定不会说耍大牌，相反大家还会努力澄清为什么很多资深明星出现的时候开路保安拉手护驾耍大牌类似的事情很少，反而是这些年轻一辈隔三差五的就被曝光呢。其实稍微有点脑子的应该都不会公众场合这么对待路人，一是有损形象，二是他们也没这权利，估计确实也像别人说的，只是让那些代拍搞直播蹭流量的出来。鞠婧祎方面的话被放大了，但是这种事儿在公众场合非常欠妥，影响非常不好。明星也是一份普通的职业，而鞠婧祎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之前因为有路人在电梯里被鞠婧祎的工作人员给请下来，还闹得沸沸扬扬，估计鞠婧祎自己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又出了类似的事情，只能说鞠婧祎的团队也是太不注意影响了。一个艺人能攒下好口碑估计要很多年的时间，相反口碑崩塌可能就是一件事而已。